再说我短，试试看。确实短。不行了，再来，是，再来，不行。叫我先生，来，快试试。为什么只有我在笑？啊，什么东西？拍照。大家都说我们没一起训练，我今天会告诉你们，我们一起训练发生什么事情。应该会很可怕。我们今天刚好都轮到胸嘛，他先跑我的课表，上胸，开始，这是我热身的重量，然后这是等下他的训练重量。啊？没有，我的意思是，对。我等下就拉这个。好，来吧。其实你手蛮粗的耶，你仔细一看，好久没仔细观察你了。你很久没看我了。对啊，感情不好啊。分房睡，120。最近练出强壮手臂。可以。哎、欸，这个你们等一下拆会很辛苦哦。我知道，就是你们想看的嘛。今天我的小天使是路易斯，守天使。对，是不是有一个守天使？来，我觉得我应该可以一个五吧，试试看。好、啊，我在后面帮你。老规矩，做得轻的人猜。老规矩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二头就是这样练出来的、啊。二头好大、啊。哎呀。不行了，再来，是，再来，大哥，我觉得你可以在家、欸，我还可以在家，你比我蛮多学生男生推得重，屁，欸、你这样你学生会伤心、欸。小雨，如果你有看到频道的话，好在，我刚刚就站在这边帮你补，我没有动。你看，我就跟你说啊，情侣健身绝对是吵架的嘛。没有人跟你说，你累吗？我帮你擦个汗。擦汗的。来，这里面有三种东西 ：BCAA， 然后葡萄糖，对，还有什么？葡萄糖。对，那葡萄糖跟 BCAA 在果果这边买，然后 Pure Nature 的 Broccol 在这边，好。不是啊，因为那个 B C A 跟那个 Brofa 都有气泡，哎、欸，这样打一个长格，这样很危险呢、欸。我刚刚转一下，直接没力。
最后一组吗？对，那你就试试吧。是想搞我吧？不行啊！干，我非要死！表情逐渐母汤。好，走。健康的身体从每日保养做起，除了早晨三宝，还有好眠之夜，以及大家最爱的享受胶囊，现在还有单包装的乳清，大家要买要快哦。需要帮忙吗？哇，好高啊！来，快点试试。你试试。真的不用吗？为什么只有我在笑？啊？什么东西？拍到了吗？可以帮我找一下 B G R 吗？好，叫我先生，叫我先生，往前伸，往前伸，放松。他是那种上课，就以前那种。国小国中上课啊，会很认真听老师讲话，然后人家吵到他就在那边，可以不要，嘘，嘘，嘘，是吧？肯定是啊。抓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看就知道。哎，我以前是乖学生哎。第三个动作是下胸，上胸平胸下胸，好，然后等下再做一个上胸，推地做收尾。这个动作的话呢，我会希望是我们的躯干跟我们的臂线大概是45度，就是往前加45度。所以，如果椅子没有办法达成的话呢，我就会稍微的往后去做。那这台机还不错，它可以调整你椅子的前后。重点就是说，你不要让你的动作完全是在做走伸，不要只是想要把它推出去。你要改的是你的鱼翁观点这一段是有去做拉伸的，收缩、拉伸、收缩。那肩峰一样是稳定，好，稳稳的推出去就可以了。这个一片蛮轻。对啊，累不累啊？练完练到现在这样子，好像还好。对啊，还好啊。你觉得我蛮耐操的？你蛮耐操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再加十遍。你要干嘛？晚上继续有氧。我说的、啊，不是我说的。我说那边跑步机有氧。再加一个十好了，会不会太重？你有讲了就没办法，你已经讲了。等一下一下就推不起来。I surrender。OK。回来，妮妮。刚那股狠劲儿呢？再加一个十好了。刚谁说要再加一个十？再加一个十好了。轻松啊！是不是还好？对啊，说了。
跟你讲，这些裤子就是为了专门为我设计的。这 Two in One 哈，给那种不穿内裤的人是一个最大的福利。平常是不穿内裤的，不然他刚刚差点就要露尿。自从穿了 Two in One 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怕像做出这种动作。训练就要这样子，要控制。再说我短，试试看。确实短。From here on out, we are legendary. You can kick me around, but I won't stay down. I run this town, ain't backing down. We go on them rounds. Yeah, the winds will blow, but these roots too deep. I'm on my feet, the underdog, and I won't be beat. Turn the lights up now, welcome to the show. I ain't never gonna stop, this is all I know. My eyes on the prize, until I die. I'm gonna rise, level up to the sky. In this moment, watch everything. 下胸夹，前平距，跟一个二头，扫扫。可以给我用那个重量吗？对啊，做一个好的重量吗？对啊，这个哎、欸、可以耶，那我去把水装满。阿黑帮你装满水。好像还做得有模有样啊。结果哪里？对，应该是好有种哦，跟我的测课表哎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课表就是很均衡，什么都练到。然后顺序的话，就是会把我的弱项上胸，把白表前面，因为上胸确实比较弱，就是比起那些怪兽的话，上胸确实比较弱。我会把上胸排在第一个动作，然后把它当主项，增加我上胸的一个强度。嗯。那什么感想？除了累以外，还是累。还是累。下一次就是练腿后侧，腿前侧，腿前侧，对，就深蹲。那就下次见喽，好，再见。